你现在中国新歌里面唱得好听被淘汰啊？中国新歌有个女的唱得好听怎么会被淘汰？我就唱妹的那个肖，姓肖是不是肖？对啊，是他啊。对对对啊，就唱那个唱那个歌，这首歌没知道，对吧？被淘汰了。我也喜欢那首歌，那首歌我听到是，那蛮好听的。他遇到那个谁啊，玩 B box 的。带小夫来，和女生来的。哎呦！上马上马上马！这个我来，这个我来，你们不要抢。哈哈哈哈哈！很小啊，可是这网速太烂了、啊，太扯了吧！我飞好几次、欸，我的第一，还有，你们被停半打，你听我干嘛、啊？超快、欸！呀，我好像发现一个超快，比那个弹起来快下彩虹桥的方法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现在超级快，一样弹三下，但弹三下超级快。什么东西？我等下进去测一下，超级快。可是我控不住，好快！就我下去的时候是静漂，然后倒车下去，然后再压全速压下，然后它就变车尾落地，然后车尾落地它就弹三下，弹超级快，超级远。你那有办法止战吗？